所以你比较喜欢成熟一点。对，不见得是年纪，但我喜欢思想上成熟一点。对对 对，年纪不在乎就对了。对，可能小的比我小，但是他很成熟，很成熟也 OK。对对对，年纪比你大，但是思想很成熟也 OK。对，像宝妈这样子。傻眼，这有点太大了。他唱，你觉得跟你比较像的地方在哪？我觉得没有像。听说你在求学的时候有追求过自己的学姐，真假？喜欢比自己年纪稍微长一点、成熟的女孩。水高射炮，是不是？我会这样。会高射炮，你不在乎年纪就对了。我不在乎。OK， 所以你比较喜欢成熟一点。对，不见得是年纪，但我喜欢思想上成熟一点。对对 对，年纪不在乎就对了。对，可能小的比我小，但是他很成熟，很成熟也 OK。对对对，年纪比你大，但是思想很成熟也 OK。对，像宝妈这样子。傻眼，这有点太大了。他也不会要我。这是难讲，很难讲。青春的肉，年轻，真的女人很难讲，对不对？你喜欢大胸部的吗？喜欢。我说中啊！好笑。我都爱，我什么都好。OK OK， 只要是女人。那我问你，一个女的胸部很大，但一个女的腿很长很漂亮，你选哪一个？以比例来讲，腿长可能会比较好吧，因为你说胸部，你说胸部大，他可能长身高才这样。胸部很大，只有胸部才长。你没有讲到，你没有讲到，就是 OK， 就是同样两个女生呢，身高一样，一个胸部很大，但是腿稍微粗一点，但是另外一个腿很漂亮，很漂亮，像陈志玄那种腿，你会选哪一个？这样想很久吗？胸部大，多粗？给他粗一点，给他粗一点，像这样再粗一点点。我觉得一点点还好吧。所以你喜欢胸部大的吗？整体来讲，它是完整的。哦，还是对，还是要看比例的。对，比例，所以对不对？谁说我们喜欢胸部大的？我们喜欢完整，对不对？对对，比例。哎，这次来真的进步了，进步很多，而且可以聊这个男女之间的那个情欲。以前跟他讲胸部，他就流鼻血。这样好不好？那今天我们有四位哈，就是在我们圈里面真的非常非常喜欢你的人，谢谢。他们要来唱一下你以前唱过的歌，好，甚至于模仿你。为什么？你试一下个性，跟你一上台唱歌差别这么大？因为我觉得舞台上面我很爽，我很开心，很 enjoy， 对。但试一下，应该很松吧？很松，很松，很松。那试一下你，试一下你觉得这个世界是太紧张了？我其实没有紧张哎，只是。就是不太想讲话，我注意很多，我怕可能没礼貌啊，或者是还是对对对对，还是你更不想听，不是吧？没有，真陷害没有。好，马上我们欢迎第二位幕后清场一句，请唱。姐，你是我的小蝴蝶。我是你的小阿飞啊，小阿飞，小阿飞啊，这首歌很好听，我的歌，小阿飞啦，小阿飞了，小阿飞，肖大师微笑了，我们等一下就是唱得好，没有，唱得好，你觉得唱得好，唱得好，好，来，我们欢迎第二位。状态，好像那个谁哦，打网球那个，
打网球的李彦勋，李圣杰，哦，李圣杰，李圣杰，那你这样转侧面。像不像李圣杰？我觉得比较像，我觉得像潘美辰哎。你不懂这种感觉，对不对？很像，但他说像潘美辰，是不是像潘美辰？预备去。好的，来。像春冬的音乐，叫人们怎么缠绵？不知名的香水，熟悉的鬼魅，锋利的高跟鞋，让多少心脏破碎，弯道一般的美，捍卫你的秘密花园。夜太美，尽管再危险，总有人黑着眼眶熬着夜。爱太美，尽管再危险，我对上的一切超值千年的泪。水谷的滋味，你太美，尽管再无言，我多想用诗对歌这世界，我的王位我要霸占，你的美。哎哎哎哎，出来受死啊！刚才他那个最后那个拉长音，漂亮，漂亮，漂亮，嗯，哦，看不出来哈、哦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你知道，你知道什么？我知道阿边厉害了，厉害了，哦，是。那刚刚他这样唱的话，你觉得跟你比较像的部分在哪里？哦，你刚刚丢出来是暗号吧？嗯，不是，这个是不是奇异的暗号？哦，这不是用拖鞋，这是用拜观音哦。失误，失误。哦，失误。藏起来 ，OK。他唱，你觉得跟你比较像的地方在哪？我觉得没有像。没有啊，因为我的意思是说，他没有我觉得是很有潜力的，很有潜力的啊，他有自己的风格的。原因是他可以学我的发音方式、发音位置，但是是用他的声音哦哟唱出来，所以我觉得很棒。OK， 谢谢。哇塞，小好会听哦，阴险的家伙，再来模仿还要用自己的。对，因为他的唱法，其实一般人如果学他的唱歌的方式的话，其实真的很容易喉咙会出血，哦，会吐出血来。为什么是压着唱的？因为让我们 rock 可能耶耶，我靠，你这样耶一首歌，你这样叮出来，他那个是自然的叮出来。你觉得萧敬腾唱歌最厉害是哪一点？其实我最喜欢看他演唱会的时候，或是在大舞台上面那种台风。嗯。对，因为他到近期一年来，他几乎像他演唱会或是像跨年的时候，他会有一些很大的动作，跟他以前不一样。他以前动作顶多就是这样子，对对对，摸肚子，把手伸开，然后摸肚子这样，性感的肚子。可是到后来，哎，脚会跟着节拍抖，哎呦，哎呦，然后后来，再后来，脚越来越开了，然后再来的时候呢，有时候中间他会俏皮一下，他会这样。是不是这样，萧大师，真的是吧？真的，阿斌讲的对吗？萧大师，你怎么会变这样？其实很多东西都是很开心的时候，对，很自然的就出来了，自然浑然天成的，对对。